这一次的展览是中泰科技大学文资运生教育部的大学社会责任计划的一个成果展览，然后接着展出，然后是以这一幅万寿宫妈祖的台三百年纪念碑文为主题，主要是叙述妈祖信仰到台中来的这三百年的历程。这个碑文的撰写者是张环中，然后铭记是陈永宝教授，然后书法是由书法家林志敬教授所写的，然后在110年的10月31号已经碑刻完成，伫立在万春宫妈祖庙。那这整个碑文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提现梅州一水起兰心，生离沐恩三百续万春，就叙述三百年前我们祖先到台中开垦的过程，也把妈祖信仰带到了台中来，然后从兰心宫一直到大墩妈祖，一直到台中妈祖的发展历程，在这个碑文里头可以展现出这样的精神。